11月4号2:39。你的电量有多久？你又走进来了。先走。很乱很乱，谁来帮帮我？你帮扶一下那个。你从这边好，这边。然后我打扫。有，快过来，可以。好，到你后面好了。把上面看到。对啊，我肯定没看。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没看到动物。定位到哪了？地上。往前走啊。根据卫星定位要往哪里？其实照理说应该是要往那边的。我们在哪裡？只是现在我们都顺着。我们在这，对吧、啊？所以里面是要往那。我感觉这边很硬的。现在我们定位在这。所以怎么感觉我们再走一天？应该要再往里面一点。再往里面吗？我感觉这里没有路哎。哇，这边感觉没路哦。这边比较好走。那有地险。哇，我要过这里。OK 吗？哎，有藤蔓，好多藤蔓，我这边过不去了。再找另外一条啊。没办法。再找另外一条。找另外一条吧。好。把这些路开好，那下次。是的，我已经大受伤了。啊！这里吗？是啊。这个点。一堆蚊子哎！找到床外套。欸，超多蚊子，爆炸多了。OK 啊。OK 吧。感觉这边晚上来就很屌。不要太火。我帮你拍掉。早安，那个方向。有吗？突然想到，一开始这痕迹不是说是车站拍吗？是车站拍吗？你说火车的吗？对啊，我们为什么？我们怎么要那么辛苦爬进来？定位在哪了？还差一点。差一点而已吗？差。我们快了，快成功了。我们有中吗？看一下，哪里？对，好的。感觉中了一点点。我们现在刚好在正中间呢。刚好在正中间。对啊，回去。我们只能往前走了。啊！哎呀，这鞋子掉了。有吗？这么小只啊！在这边，反正踩到草它会弹起来。哪里啊？这里。会不会有什么山猪啊？哎呦哎，我们也在移动哎，太棒了！确定吗？那你应该拜托老师带我们走。
它是一个人工湖。那最早的时候，其实因为本来只有华湖跟东湖，那那时候想把学生活动中心盖在华湖的附近，可是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华湖的生态，所以有些学生就抗议了哈。那学校就觉得，哎，如果说真的会影响的话，那是不是我们再有一个湖，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个补偿的一个功能这样子哈。那所以后来就在建造了一个小华湖，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，就是为了当初活动中心可能会盖在华湖旁边，所以就避免会对华湖造成干扰，所以又新增了一个湖，就叫小华湖。可是后来活动中心就没有盖在华湖旁边，就是现在那个比较靠近图书馆的位置，可是小华湖也就盖好了这样子。那个学校本来就只有东湖跟华湖，就是你创校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是以湖当作我们的特色这样子，那所以就有挖了一个人工湖这样子，哈，两个人工湖了，我们比较容易看到是东湖，那另外就是华湖，那华湖的生态就非常的丰富，因为其实它是比较远离师生活动的地方，那旁边都是次生林这样，所以里面有非常多的，尤其在冬天会有冬候鸟在那边栖息，那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植物啊，所以其实也变成了我们东华校园的一个宝地，所以我很希望那个地方能够保存下来。所以当初学生一听说哦，华湖旁边可能会被开发，要建造学生活动中心，就会觉得是不是能够换个地方，所以就希望学校能够考量。可是学校那时候是没有考量要把活动中心换地方，他反而就说那这样好了哈，那我们就再有增加一个湖的那种面积，那是不是这些生物就也有个湖的环境可以栖息这样子。那当初那个要挑选小华湖的位置的时候，其实有思量到，因为其实它不是为了观光哦，让它能够接近，其实它是为了保育的目的。刚刚提到它是为了，因为华湖可能会被干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补偿，所以我们就盖个小华湖。所以当初挑选的时候也在比较隐秘的地方，所以那旁边也都是次生林这样子哈。那刚开始盖的时候，其实还蛮明显的，都在路边了。那因为它是人工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也盖得相当的，旁边都是很空旷，那其实还是造景，那希望我们学生也可以接近它。可是后来就因为要保护它啊，所以其实也没有做一个强力的干扰啊，例如除草啊，或者是做一些那个整理这样子。所以后来这边次生林慢慢长起来了，它就变成一个秘密的基地了，它旁边都被次生林给包围这样子。你们有去过小花湖吗？我们自己有去过一次的，最容易接近哈。我们从宁溪那边出来的，就是平溪园口出来的草，我们就想说有比较能走的路，我们就钻进去。对，我们当就是第一次知道，真的很不容易接近。对，我第一次进入小华湖的时候，大概是在民国99年的，差不多98年、99年的时候，其实就在那个往还愿往我们宿舍哦，不是这条路吗？对不对？从路旁一条小径就可以进去了，然后路其实还蛮大的，直接可以就到湖边，很容易接近。可是后来就是几次，就是台风过后啊，我会注意看，因为其实我们进去的地方是它入水的水道的部分这样子。那台风很大，所以其实就会把那个树木啊刮倒啊，或者是整个的影响，所以就不容易接近。然后那个湖边的一些像那个芦苇啊，又长得非常的茂密，所以就慢慢它就淹没在这些杂草啊一些次生林的环境里面，就从旁边就看不到了，也不容易接近了。这也看到个次生林的掩体啦。就小华湖啊，因为我们就是好几年，至少有5-6年其实都没有去强力的干扰哦，所以其实它那个树木都长高了，草也长得非常的茂密，所以要进到里面去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一下那个穿着，因为那芒草很高，所以最好穿长袖的或戴帽子，不然的话会被芒草割到。然后另外的话，下雨过后的话，它那个地面很容易积水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最好穿雨鞋，不然的话你的鞋子整个都会湿掉这样子。那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啦，因为那里面其实很多的路基其实不是非常的明显，可能走一走可能就会迷路了哈，所以要注意安全。
那我们校园环境中心其实都有服务学习啊，那所以我们就会很鼓励学生可以跟着老师，然后一起来监测校园环境。那我负责就是两栖爬虫类的调查，那他们是夜行性动物，所以就是晚上进入带学生进入华湖跟小华湖这样子，所以进行两栖爬虫类的调查。那里面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话，例如说像狗叫的共德式吃蛙，然后叫声像敲门的哒哒哒哒杜氏树蛙，那另外还有像我们校园里面的宝贝，就是宝鱼类的金线蛙，其实那边族群量也蛮大的，那不容易看到，可是那边是有稳定的族群量。那其实还是有一些动物会存在里面，在里面睡觉啊，例如说有一些像候鸟啊，像花嘴鸭也会在里面睡觉啊，像也会有有一些鸟类也是栖息在里面。是晚上我们就不容易接近它，因为它没有环境。那蛙也会叫，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哎，它是在那里面。我们经常去那边调查，就听声音，用听声音的方式做调查。对对对，其实要看到它们不是那么容易这样子。那也因为这样子，我们也放了一些水桶在那个里面，然后在水桶里面就积水，所以有一些青蛙就会来繁殖，尤其是树蛙，像布氏树蛙，它就会在。那个水桶里面产卵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水桶里面做一些看到蝌蚪。那我们也希望用这个方式，哎，是不是让我们比较容易接近跟观察它们，也增加这些蛙类的栖地？其实真的不一样，白天跟晚上啊。那白天的时候，其实我会带学生进去，是生物多样性概论相关的一些课程。那我们白天主要是观察植物。那其实里面还蛮多的植物，一些我们原生的一些特殊的物种，像罗氏掩护木，那是那一个果实吃起来就是咸咸的那个味道这样子哈，哎，然后另外的话，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蛮有特色的一些生物啊，那另外鸟类其实也不少，所以我们白天主要就是看植物，然后看鸟类，那晚上我们就做两栖类的调查。这里面其实比较特殊的就是杜红花很多。杜红花，我们这个地方地名叫智学，对不对？智哈，哎，那智几哈其实在阿美族语的话就是杜红花的意思，哎，那它开的花是紫色的，叫紫珠，所以我们这边就是阿美族话意思，就很多杜红花的地方。那我们在小华湖畔的时候，其实看到很多的杜红花，那它在春天的时候开花是紫色的花，然后结果的时候是紫色的果子，非常的漂亮。附近是蛮多的这样子。如果因为现在小华湖是处于一个比较隐秘的，是比较少鲜少人投资的地方，就是可能很多老师很难知道。那如果就是做盖一个人为的道路在里面，让一般同学可以去看看这样那里的生态，老师你觉得这样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我觉得是不错啊。那如果是盖的话，哈，那个路就不要太宽了，那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服务学习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用手造的方式啊，那用现有一些材料，那我们可以做一条有特色的一个步道，那旁边我们再加一些解说牌嘛，对不对？让我们同学可以很安全的然后在里面，然后来认识我们校园里面的这些好伙伴，包括植物啊、动物啊，我想这样会对于校园其实更会产生情感。我真的觉得它是蛮好的一个教学的地点。对吧？哇，薄荷哎，薄荷的味道。对啊。我的头。怎样？有吗？我觉得我们快到的感觉。差一步了。看一下。差一步了。这样回去也不是。对，一定要走完的。一定要走到还有水为止。这些草下面都是空的。被叮得满头包哎。到时候可以拍个。那边那一块感觉。对哦，感觉是空的。
直打黄龙，杀！路都又粘回来了，到处都是草哎。真的啊！三个。啊啊！先走吧。好。我觉得前面就是了。我觉得前面就是很像。哇，看到了！哎，我看到水了。什么？有那边。继续，继续。在哪里？快结束了。小花湖。小花湖。啊，小心不要掉到水里哦！哎，把这几个踩一踩，好像就可以拍。好。走啊！小花湖。真的啊！刚才叫一跳。找到了。我们找到传说中的小花湖了。终于。小心一点，我们很靠近岸边了。就到这了。怎么没有动物的感觉？好凉啊！这边很小啊，拍个照好了。感觉要录一些假装跌倒那种画面，要吗？我录了。哎，没事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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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。他刚不是就说嘛，哎，我们出来了。哎，出来了。再叠一次，再叠一次。哎。哎哎，没事吧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好，我先。